方便去做一些太累的行程，对，可能就是简单的两天一夜小旅行。肚子也已经蛮大的，所以可能也不方便去做一些太累的行程，对，可能就是简单的两天一夜小旅行。哦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很快就可以到了，来松赞茶。对，一般是吵架的。哦，是因为会吵架吗？我们亚洲都不吵架，可能是因为不是排位赛，就是没有优温星星，他就没有无所谓。没有，因为那个段位差两阶以上，其实就没办法。还有两阶，其实我段位太低了。